提车！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嘛？不用你帮忙。我老婆她那个，这不是阿梅吗？什么？你老婆？是我老婆呀。她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？我们两个相亲成功了呀。哦，阿梅，这就是你的相亲对象。她是谁啊？对。她谁？她是我朋友。你不用啊！你让我背一下吗？哎，让我背吗？你让我背吗？哎，干什么呢？阿梅，一个女孩子家背那么多，哎，你放开！干嘛？你是谁？飞哥，你来了。我是怎么？我是阿梅的朋友。这是我朋友。是你朋友吗？对。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不管你的事，不用你来。阿梅，你老婆，你不要这样，一天天的，以后，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家背那么多，让我来背吗？不用。你快点，让我来背。不用。来，王飞哥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别干什么。她是我老婆，她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？我们两个下棋成功了呀。她是谁？没有，我是她朋友，我今天给她做了送水果，做水果的。这个什么？什么水果？我操！这什么水果吗？哎！阿美，你这什么水果吗？这，你分明就是给她送货。干啥？这什么水果吗？哎，你砸我的东西干嘛？这什么东西吗？你什么人物？她是你朋友吗？对不对？她是你朋友啊。是我朋友要给你送花吗？这是花吗？这是水果，水果。这不是一般的朋友吧你？这是我朋友，什么水果？这分明就是，分明就是花。你别砸我的东西好不好？不管你的事。哥，你搞得我身上全是。不管你的事。什么叫不管我的事？你把我东西，我们俩公司的事情不管你的事。凭什么砸我的东西？你信不信我打你啊？你来，你是谁？你放下我们好好说来，你今天告诉我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砸我的东西？搞得我身上全是。真的是我朋友，真的只是。他是你朋友，还要给你送花？我。他真的只是我朋友。他是你朋友，还要给你送花吗？啊。他真的只是我朋友。什么就是你朋友啊？王飞哥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离他远一点。什么叫离他远一点？今天你必须要跟我说说法，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砸坏了？你们不要吵了。你给他说一下，我是你谁。我不管你是谁哦，他是我相亲对象。相亲对象咱们说好了的嘛，给他退了的嘛。别提了，你管的太多了。什么？我管的太多了？你今天要跟我说吧，你为什么砸坏我的东西？啊，没有，王飞哥，要不你先。我不行，给你解释啊。我真的只是你了，真的只是我朋友。十号那天咱们都说好了啊。阿美，你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看上这么一个人？什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吗？你也配得上阿美？配不配得上？不管你的事。你们不要吵了，太多了。你们不要吵了。十号那天不是说好了，你同意了，我也同意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现在要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你让我怎么跟我家里面人交代？你说谁不三不四呢？啊？你记得跟我说一下，为什么砸坏我的东西啊？我给送水果。你是他谁吗？你是他谁？我是他朋友。你是他朋友还给他送花？这是花吗？这是水果。真的，水果有那么漂亮吗？啊，水果。这是水果，就是花。这哪里是花了？你这说明就是花，一天天的，真的是。我们已经十号那天就说好了，你家里面的人也同意，然后我家里面的人也同意了。嗯。但是你现在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联系好你家里面的人，过几天我再过来给你算账，我要跟我的家里面的人说好。什么？这什么人呢？这？你再说一遍信不信？我打你啊！哦，你来。吵了。哎呦！叫好。来，阿梅。我跟你说，这种人没事，这种人你千万不能嫁，像他这样的人早晚是个，以后会是个家暴男，知不知道？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行了，这些咱们不要了，咱不要了。你买的吗？没事，咱们这坏了已经坏了，我明天直接给你买一些。不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对不起。你不要哭了，没事的，这些咱们不要了，都已经坏了。真的，我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嗯，这种人啊，今天幸好被我们看到啊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啊，可能以后你嫁过去了，到时候就没有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他这种人真的不能嫁，还好被我们看到。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想办法，跟你家里面的人说，一定要把这个回事推了。有什么事我跟你承担，我跟你后你放心啊。行了，你不哭了。你看你哭了就不好看了。没有，就是你给我买了那么多水果，特别当菜了。没事，菜这些不要了。没事，不要了，走，咱们回去了，先回去。这个不要了吗？我带着走。
还有你以后背东西不要背那么多，你干啥呢你？没有这个，把你背坏了怎么办？这个挺轻，不轻，怕这个累。没事。不哭了啊，对不起。走，咱们回去了。来，把你这个东西背着。看没有？这些全部都是你背过来的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背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用的？这个我们家母猪不是要生崽吗？虚的收场，虔诚的梦。